早晨你好，我是长者关怀电话义工的阿妹。我是华人服务社的义工，负责每个星期给长者打电话。因为有许多老人呢年纪大了，英语也不是很好，他们呢也不大出门，跟社会呢接触也比较少。尤其是疫情以后，许多社交活动都停止了，时间一长，心情就更差了。我们的工作呢，每周是打电话给一个老人家，是了解一下他们的近况，同时呢跟他们分享一下新的信息和新闻，让他们知道现在社区发生着什么事。日子长了以后呢，老人家跟我建立了感情了，他们呢拿我当知心朋友，他们心里想有的开心的事体或者心里想苦闷，也会得讲给我听，我就尽自家最大的努力去帮伊拉，开导，能够打消了老人的心结。所以有辰光我也会得跟伊拉谈了以后，辰光长了，伊拉就会觉得老开心的，会得哈哈大笑。如果你身边有一些老人需要我们打电话的，请联系我们，谢谢。如果你身边认识一些老人家需要电话关怀的话，请联络我们啊。假使讲侬身边有的老人蹲辣屋里向，觉着闷闷不乐啊，不开心啊，也可以叫伊拉参加阿拉华人服务社搿个一样关爱老人电话当中来。